行了，送到这得了啊。不是媳妇儿，你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冷不丁要出差走一个月，我这心里头可难受了，你说你让我咋活呀？哎，我怎么听不出你这是哭是笑呢？不是，要不这么的，我跟领导申请一下早点回来。绝对不行。你啥意思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呢，媳妇儿，你应该以事业为重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这点小情绪算什么？算什么呀？你呢，就是应该听领导的，领导让你走多久咱就走多久，走这一个多月就让我在家尽情的享受吧。啥？我这难受吧。我怎么感觉你这难受中带着一丝亢奋呢？没有啊，我那个是全是那种悲痛欲绝的感觉。悲痛欲绝？你让我提前六个小时就往车站走？那个呢，我是啥想法，是想那个赶早别赶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走这一个月你千万别给我嘚瑟，让我知道你抽烟喝酒整些没用的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吧，你就要上医院待着去吧。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问题。那两口子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那烟那酒我都多长时间不抽了，我早就戒多少年了。再说了，我兜里没有钱呢，我还嘚瑟啥呀？你知道就行。哎呀，我叫这车呀也到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媳妇儿啊，慢点啊，小声待着，好好看家。哎，哎呀，媳妇儿，慢走啊，一路走好。老弟呀，到哪儿了？你嫂子走了，让我们嗨起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到哪儿了？快点儿啊！让谁赶紧到啊？谁？谁说话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呢，媳妇儿？你往上看。哎呀妈呀，媳妇儿啊，这刚出门就出事儿了，你让我咋活呀？呸！你咒我呢？我说的是，你看上面那个摄像头。媳妇儿啥意思啊？搁家里安个监控，为了监视我呀？我安摄像头是为了防火防盗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是防我呢，搁这儿啊？我本来是想看看，我不在家你到底多难受。我没想到啊，你跳得挺欢实啊。不是我难受，我刚才就是表达我那种悲痛的心情，你能看出来不？那刚才催谁让人家赶快到呢？没有啊。那这是谁呀？啊，那个是应该是邻居家敲门。哥开门呐！我那不是喊你呢吗？你赶快开门去。欧阳，快开门！哎哎，来了！快点儿的呀！赶紧的。不是，哎，别站起来，站好，过来，我去。停，干啥呢？久违的自由空气。Yes! 嫂子终于走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怪我了。这种欢乐的气氛下怎么能提嫂子呢？是不是？不提了不提了，煞风景。你这不你这孩子咋回事呢？你这整的像你嫂子走了我们就应该庆祝似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是啥呀？你忘了？你老在背后夸你嫂子，夸她。哎呀，我还夸她，对，我还骂她呢。老弟，你谨言慎行。啥玩意慎行啊？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嫂子这些年给你凶成啥样啊？不是，不让抽烟，不让喝酒，聚会啥你都第一个走。
回家晚了，在门口跪半宿，这样的嫂子可以没有。老弟，哥给你跪下了，行不行啊？别说了，嫂子也不在家，你得支棱起来呀、啊。我支棱不起来了，我起来，哥，我起不来，哥。看你这样，老弟心疼啊。哎呀妈呀，好好老爷们让人凶成啥样啊？哥，放心。今天老弟一定给你找回当年的影子，来吧，影子你呀、啊！哎，干什么呢？喝酒。喝啥酒啊？我不都戒酒了吗？昨天晚上还一块喝的呢。什么玩意儿一块喝？昨天晚上，我不在园区里头遛弯来的吗？哥，你喝丢了后来。就是不是？昨天那不是我教你吗？说骗嫂子，说你回家。别说话了，行不行啊？哥，你今天咋有点反常呢？就有的时候你不合计合计吗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明白了，哎，哥终于明白了。哥呀，你是想拿它润润嘴唇的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我都不会抽烟，这烟咋拿我身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了。这像不会抽烟。你把这东西从我身边拿走，来，拿走。不是，哥，你今天咋的了？啊，你这些东西不都是你让我给你买的吗？哎，没有的事儿啊，没有的事儿。欧阳，你想赖账是不是？我赖啥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藏私房钱那些地方我可都知道。我哪有什么私房钱？我什么时候有私房钱呢？漂亮，好，买酒500。哎，老弟，你干�400。哎呀，买烟400。不是老弟，你哎，老弟呀、啊，哎，不是打车费。老弟，能给哥留一条活路不？行，打车费我就不管你要了 啊。但是哥，老弟善意的提醒你一下，好吧？你像你藏在鞋柜里的800和沙发底下的这个500，你都应该藏在这个茶几底下。是，这茶几底下光藏100块钱，那太犯不上了。你这一番话把我一年的积蓄全干没了呀！啥玩意儿干没？这不都在吗？来喝酒，哥，喝酒，来来来，喝啥酒？我喝西北风吧，我。我明白了，哥，还是老规矩，没有故事你就不爱喝是不？我给你讲个事儿，你肯定能多喝几杯。喝口百岁山吧，我呀。哥，你知道我刚才在园区门口碰上谁了吗？还能谁呀？你初恋。哎呀。菲菲呀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我特别爱你。哥。你搁这嘎跟谁表决心呢？啥？你忘了你初恋不是彬彬吗？什么？彬彬是谁？谁是彬彬？那彬彬姐要是不出国，你俩现在都结婚了都。你别说话了，行不行啊你呀？你瞅瞅你，瞅瞅你这样啊！你说一个邻居，你害怕啥呀？再说人家也没别的意思，人家就是想过来谢谢。反正我告诉人家了，说那个一会儿上家串门的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到。你说啥？哟，你看给你激动的，一会儿就到，来了，来吧。哎呀，不理你，哥。音乐先停一下啊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承认个错误，你说家里。哎，你没看监控啊？啊，那你就别看监控了啊！喂，喂，欧阳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好久不见。你还好吧？本来挺好，现在一点都不好。那个，我哥见你比较激动。那个哥，咱就别搁这杵着了，咱就该坐坐吧，啊、行不行？啊、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来，哥，你也不是坐啥呀？一起唠唠嗑吧，也没别意思。别光笑，说话呀。
冰冰姐啊，哎，你说你要不出国多好，你咱当初在一块玩的时候多开心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八年前你哥把机会让给了我，我选择了出国，是我对不起你哥了，我没有那个福气了。你看。多会说话，那个不是，是我哥没这福气，是我没这个福气，是我哥没这福气，是我没这福气，哥没这，唠点别的行不？呀，冰冰姐，嗯，你这戒指挺好看的，啊，这瞅咋这么眼熟呢？不能是我当年我哥送你那个吧？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别瞎说话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我说啥呢呀？那戒指不是我当初陪你一起去买的吗？你说六贵福好，六贵福好，你就买六贵福吗？你咋记的？那是我给你嫂子买的吗？啊，那就是给我姐，我姐没要，后来给嫂了，是吧？滚滚，来，滚滚滚滚，老跟我滚啥呀？那个，冰冰姐，哎，你这戒指都戴上了，是不是结婚了？结婚了，那孩子都挺大了。哦。哈哈我离婚了呀！你离婚不能是因为我哥吧？那不是，那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跟我有啥关系呀？他要是像你脾气这么好啊，我就不离了。你这不还是因为我哥吗？你可别搁这捣乱了啊！这么的，那个冰冰呐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搁这吃饭了啊！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那欧阳，哎。回头见。哎呀妈呀，杀回来了，杀回来，出事了。什么杀回来？什么？叔叔好，哎，我妈妈在吗？你妈妈是？哦，他儿子。咋的？我儿子把你吓这样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活动活动。妈，姥姥让我喊你回家吃饭。等会儿，孩子，你过来来。姐啊，你孩子怎么跟我哥长这么像呢？你别说话行不行？不，那个孩子，你多大了？八岁。八岁了，正好是你俩分手那年。你别搁这分析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啊？不是，行，来来来来，坐，咱俩坐，哥呀。不是，我就不是，咱一起唠唠嗑，就咱坐来呗。来，坐。你干啥？哎呀！那个不行，我给我嫂子拍张照片吧，问问她像不像。你可别说话了，行不行啊？我今天找你来呀，那就是个错误啊。啥错误？这事儿啊，不怪大宝，那是我今天想来感谢你，感谢你八年前给我机会，我才有机会出国留学。来，儿子，来啊，你呀，记住这个人，以后想一想怎么好好报答他啊。那还不简单吗？认俺爹呗。我认你当爹行吗？那啥，不是你搁这捣啥乱呢？我没捣乱，你看人家都没说啥的，你搁这激动什么？人家孩子第一次进家门，上来认干爹，人家愿意呀、啊。我们愿意。你看，人家都愿意了。来，不是孩子，听我的，别这么客气。叫爹，不是，真不用、哎、跪下。哎，你看看，真没有这个画面特别好。干啥呀？不是你，哎呀，儿子，这个画面，来，一拜天地。你喊的什么玩意儿？就那么个意思吧，意思能一样吗？叫干爹，叫干爹，二拜大堂，夫妻对拜，干爹，干爹，呀，太好了！我是他怎么？欧阳先锋，你行啊你！什么动静啊？你嫂子啊？都搁那看着呢，你这完了，全完了。不是哥，你咋不早？欧阳振峰，嫂子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你说，这个今天这些所有的事儿呢，跟我都没关系，全我哥安排的。哎，欧阳振峰，你真是我亲弟弟呀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别问了，要杀要剐随便，反正我解释不清楚了，我呀。我就问你，你真的就那么怕我吗？哎，嫂子，你这地方转的稍微有点硬。老哥，哎呀，嫂哥，你是要煽情了吗？嫂子，一直以来，我以为你跟我在一起，你挺开心的，没想到我走了之后，
你更开心。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对你要求太多了，以至于你一直都在压抑着你自己。没有，媳妇儿，其实我也没啥太压抑的，我就是老公，按这个摄像头，其实我知道你这人心。你啊、不是媳妇儿，你管我管挺好的。老公，哎，管得那么严了。嫂子、啊，你真是好样的。那个，我刚才那么说你，你没生气吧？哎，嫂子不生气，还得谢谢你弟。要是没有你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哥这么难呢。那个嫂子，我哥能摊上你，那就是他的福气。说到福气。老公，我想起件事儿。啥事？你不是说我是你初恋吗？啊、嗯、啊，儿子，姥姥是不是喊我们回家吃饭了？走走走，妈带你回家吃饭啊！走，回家吃饭了。那个冰冰姐，我送你啊啊！你等会儿别着急啊。媳妇儿啊，你听我讲，是这么个事儿。说吧，到底谁是初恋？再给我讲讲这六贵妇钻戒的故事。啊，媳妇儿是这样的啊、嗯，哎，对了，你不今天出门吗？啊，多亏你呀、啊，提前6个小时送我去车站，要不我也看不到这一出、啊。赶早不赶晚，来，媳妇儿，我送你啊，哎、咱搁路上呢，我慢慢跟你说啊，来，来来来，给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袁谦呐，不懂爱情呐。